怎么令诶破破破破台语开始嘞？冰城的第二天，本来是要来这个多村茶室吃早顿的。这个茶室应该是一家上有名的茶室，佮联系义务一点啊够炸逼的。你看，这间茶店啊，竟然是伫个巷仔来的。透早十点，满满的人在排队吃早顿的，有够夸张的。伊个壁画有诶啊，就是讲吐司是用火炭去烘的，你看。可能是人客收济，阮搁等了50分钟才一条物件，所以这杯海南我已经无虾米印象了。马来西亚其实是一个无环保的国家来的，虾米饮料拢互你擦塑钢的，塑胶塑钢，虾米包装拢塑胶的。后盖吧，十年以后啊，才看卖，才收济人了吧？若是讲要等足久就卖介绍。这个是鸡卵鸡蛋碳烤吐司，这个就是咖椰、阿德、乌油。你这样烟熏的比，这个就是生熟蛋。哎呀，你来南洋一定会，四季拢会食得到的啦。顶外有抹牛油，所以烘起来就搁较香安尼。今麦来冰岛的海边哦，就是有足只桥，一定要去行看卖。为什么有足只桥呢？以前的华裔到马来西亚加 S 冰城的时阵啊，就聚集大社会，同款的姓氏就住伫社会变成一个村。但是这个村就是伫个海边管的海上村。以前有九个姓氏的村呢，今麦留落来的只有6个姓氏。这个姓周的是上关公的。就是因为这出名，所以有足只答案，别个就是不蛋咯。其他的桥就无遮尔闹热咯。以前的华裔是掠鱼的，即马无咯，即马做生意哦。哇，西洲桥真嘞足长足长足长诶！足久以前有一出电影《初恋红豆饼》，嘛是伫遮翕诶。虾米？你唔知这出电影？无，我无看过啊。当初我无看过。今麦我要去巷仔来去其他姓氏的桥，因为其他姓氏的桥较 local， 真诶，别人诶厝来诶，毋是做出来诶。水泥桶，你看那个一桶一桶诶，足特别诶。冰城诶桥，这单桥虽然无遮长，但是嘛是有足侪观光客来诶。等一下你就知为虾米了。这里有没有姓奈何的、啊？走啊你！我也觉得它不稳。不是我在讲，行这个桥的时阵，我的脚一直劈劈叉。你看这个桥的旁，我本来要客卧一个，现在都不敢。那，就是这个画面，大家来吃，就是为了翕相，我也要翕一张。这样太危险，走太远。知道你进里面蹲啊。上厕所了。一种天然感。哎呀。扑通。扑通。你先到底，我帮你拍一张照。县里的村，让我的感觉较清幽，嘛较短，很快就走完了。但是最恐怖的在后面。我都过去，因为要派去的。我感觉危险，所以先回来了。走完这三条桥，我很忝又热。所以先去吹冷气，啉咖啡咯。你们接下来啉咖啡哈，这间 China House 朋友介绍我的，伊个特色就是灯，因为是打通三间各处。对不？嗯。入来先看麦，又换灯。伊个二楼是夜廊来的，平常有足济灯亮的。伊差不多下昼一点就关咯。鸡卵糕是这间店的招牌，才有卖足侪种口味的鸡卵糕。这块是我点的太妃糖起司蛋糕。足厚足绵密的，袂歹食的。
这个鸡卵糕的蘸醋足济，因管多了太妃糖的甜，佮有一点仔咸酸，我伊可能有加一点仔海盐、生冷，下骹多了厚的 cheese， 佮有加核桃去提味。虽然伊会比较复杂，但是全部加做伙就足合的，是一个愈食愈好食的鸡卵糕。大推哦，别跟你讲，食的鸡卵糕较贵，安尼一袋爱马币18元，但是我是感觉因的鸡卵糕是足用心咧做啦，所以这个介绍我会当接受。拜拜。咱那食下午茶的感觉，但是即马中昼尔。这个就是条啊，条，条啊，地标条啊。那我感觉槟城家的鸡吼，夹起来有一种颓废的感觉，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？百废待兴感。食物狂想馆，时尚玩家嘛有来过诶，就是翕相诶所在，内底拢是槟城美食，但是伊做家宴诶，大大碗、大大盘诶，入来入来。你看，卖幼的安尼卖辣类诶，你看伊做这个折型，就是要互你翕相诶，全部黑白，只有你一个人是彩色的感觉。这个是卤汁，爱知是啥物，就去看后一集伊播的影片。这碗就是我上喜欢伊的咖喱辣沙，沙耶苏加马干，马来文我喜欢吃。哇，这个前头比我搁较悬呢，应该有200公分吧。这个是马来族的料理，除了其牛排的食物，你嘛会当当作是博物馆，每一种南洋料理拢有详细的介绍哦。拄只毋是予大家看足济金针鱼的。伫个食物下骹嘛，即个是马来西亚是料理的特色啦。但是后来哦，有足侪盘拢变成金针鱼的款的盘，马来西亚白着哦，要不要买一个？即个就是安德安德，是一种马来同胞的料甜点，内底是椰子糖，外口是椰子丝，绿色就是斑斓叶的口味。即个就是要甲所有的华人讲，唔爱阁食鱼翅的食物啦。鱼翅。唔爱太刷鱼。我食是要小份炒面，爱一份无？你吃甜啦。差米差米啦！来翕相啦，这个录影就破绽百出了，你看假到要死。来啊来啊，买菜啊，买什么菜？各类菜啦，100块给你。下面是地球上甜的水果，我要啊，人心果，你要？你讲哈密瓜 ，OK， 现在快答案。酸呀，酸呀是上甜的。但是阮后来去查，网络拢讲是失去的。即摆来一条路巴萨，你摆啥？巴萨就是菜市啊的意思。马来文来的，这就是传统市场巴萨的模样，有巴萨的所在，就有足侪美食的答案，我不可能吃会完啦，就凊彩吃一两份咯。哎呀，来呀，这杯就是罗汉果啦，你管这个是 jelly 加莲叶，莲叶，嗯嗯 ，OK， 这碗就是白咖喱米。为什么白色的呢？就是有椰子丁，你看这个内容，哇塞！边关有马来西亚版本的番辣椒，内底足济料，有鸡腿、鱿鱼、蛤蟆、豆腐、豆菜、等等。好、哦。嗯。哦，这个咖喱面袂歹，不是花咸，我变老瓜吃面啦。啊，袂歹袂歹，虾的汤主调是咖喱。我搁点炒粿条啦，因为我解食嘛。嗯。哇，大家鑊氣攏足厲害，中規中矩，無只重口味。50块台币，40块，10块，安尼食兩個人100块台币，小個大碗好食。今日敢若食少者，我要回去飯店加皮咯。這回期待檳城的最後一集咯。哎，再見。